你这是？这是我自己做的衣服，我想穿给你看。阿黄，这里不是故乡。我见到你，就像见到了故乡。 怎么了？离目标距离只有2公里了。大家注意，进入一级战斗准备。教导员，我带头，你压阵。哦。大家注意安全，放松点，别太紧张。行动。是。跟三角对接。出发。 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并没有怪你。不，是我的门庭，我真的对不起。说一万次对不起，我还是弥补不了你。阿红，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。 防步兵地雷已经触发了，我太大意了。这周围的土已经被伪装过了。谢斯果然是个高手，不小看他。 小组遇到突发情况，完毕。雪豹收到，猎鹰请假，完毕。火烈鸟踩到地雷，请水牛小组小心，完毕。
别过来，这是个跳楼，出了问题都跑。谁应明白，完毕。鞋子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真正的行家里手都是新买的。天爷，我讲啊，你行吗？要不你来下个。什么？我没有办法拆破这颗地雷的引信，它已经启动了，现在就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利用力学原理搞定这颗雷。能行吗？行不行都得试一试。别说话，你得配合。
好，走。为什么到今天才告诉我？因为我爱你。我没有想到你不碰我，你是个好人。他们答应你什么条件了？他们没有给我开任何条件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我要毁了他们，我要毁了他，他们都不是人。就算我死了，我也要毁了他们。但我没想到我遇到了你。好了，他们是不是答应你想让他回家？你想回家吗？我想回家，我想我妈妈。好，照我说的话去做。这不是你的世界，你也不属于这里。你只要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就会送你回家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帮不了你，可是他们可以帮你。你可以回家去见你的妈妈。可是他们想杀了你。你放心，我死不了。你真的死不了吗？真的。现在需要你的支援。立刻查查这个电话是哪的。明白。他不理你了。他在找一部安全的电话。上报收到，蝎子请假完毕。上报，听见你的声音真好，我知道你不会违背诺言的。说吧，蝎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上报，谢谢你，你还没有抛弃我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被包围了，我需要你的支援。蝎子，你想什么呢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以为还会有直升机和突击队去救你吗？我现在是平头百姓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我被警察监视，我拿什么救你啊？山猫，你既然回电话给我，你就一定不会抛弃我的，我相信这一点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需要一条船。我上哪儿给你弄船去啊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加勒比海盗吗？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是山猫。说吧，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，我在什么地方等你。什么？请你记住下面的坐标，如果我还能活着见到你的话，你听好了，543633187564
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他不来这儿救你吗？别开玩笑了。这个地方已经被警方层层包围了，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要干掉我。要不然会造成警方重大的伤亡。别说现在已经是困难重重，就是有办法，山猫也来不及了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按我们说好的去做。
院他们已经做出了判断，我们只能出席。好了，所有人注意，提高警惕，准备战斗。完毕。徐梦。大哥，你吓死人家了！我换岗了。我知道，没事儿，你挺好的，啊。大哥就是来看看你，啊，给你送点东西。哎呀，这顶帽子跟了我很多年了，出生入死的。你喜欢吗？只要是大哥的东西，人家都喜欢。好。送给你了，谢谢大哥。帅吗？帅。还有，哎，你们这儿条件啊，太艰苦了，啊，这身衣服，我是特为从国外带来的，跟我身上的一样，送给你了。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来，穿上试试啊！大哥，我好看吗？嗯嗯，好。帅，哎，王蒙，出去走走啊！出去转转，兄弟们会把我当成你的。王蒙，你总有一天会成为我，甚至你会超过我。大哥，你的意思，我以后也能当老大？当然能。去吧，啊？嗯，我也去威风威风。
我们的第一次行动失败了，这都是我的责任。大家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回去之后，我会向上级做一个详细的汇报，所有的责任我来负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军事主管，肯定是我的责任。组长，教练，我们被出卖。 出卖？什么意思？蝎子第一次出来是故意给我们看的，他就是让我们确认他那样的装束就是他本人，然后找了一个替身，金蝉脱壳。这个战术要得以徐世伟的条件，就是他早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现，早就知道我们在哪。接着说。西贡玫瑰出卖了我。 他跟蝎子有特殊关系，关键时刻他动摇。你怎么确定他什么时候动摇？如果他早就出卖我们，蝎子早就跑了，没必要光勉战了。那可是警方已经远程包围了整片山区，他跑得掉吗？他是蝎子，他是山里生的，只要近山，没人找到。
封锁所有出关口岸，他要出境，把我们所有海边的关系都利用起来，通知海警严密监控，防止他外逃。是。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他了？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是好人，他不是畜生。他是国际刑警追捕的罪犯，手上有累累的血债，血债。但是他没欺负我，他是好人。再说，他也没阻拦你们呀。他只是不想死在这里，他成全了你们，你们却紧追着不放他。文总，那他怎么办？他毕竟帮助过我们，跟国际刑警联络，送他回国。他的奖金一分不要少。哎呀，我们拿他能有啥什么办法呢？那鞋子怎么办？现在他又逃掉了，抓住他，只能等下次机会了。他还会再回来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对了。你说王亚东他有动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的监控人员报告说，蝎子跟他联系过，他把电话给挂了。立即追查王亚东的下落，他肯定要和蝎子联络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你们什么人啊？你们干嘛？控制！控制！控制！王亚东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带走。啊！你们凭什么带我走啊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我不走，放开我！陈鹏，陈鹏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。我来，是因为你曾经救过我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好兄弟，走，跟我一起离开。谢子，我来不代表我会跟你一起走。怎么了？那你打算去哪里？我要去自首。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知道的，自首意味着什么？鞋子，我真的受够了，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日子了，我必须自首。什么？我已经付过钱给船老大了，他会把你送到公海，我可以帮的只有这么多，你赶紧走吧。什么？谢子，从我决定离开你之后，我就没有打算回过头。松手吧，我自己的路让我自己走。
整个计划的核心，如果放在西宫玫瑰身上，肯定是一个疏忽。再加上临任指挥有很大问题，所以我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我。我都汇报完毕。皇上，参谋长，是我指挥失误，我的责任。责任的问题回头再说。第一次实战就失败了，你们心里头是不是很气馁啊？是吗？这次行动本身呢，确实有问题，但是那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层面。我们特别行动组啊，是执行者，不是决策者。我们可以做到的，那就是很好的完成任务。当然了，雪豹和雪狼肯定有错误，你们都是老码头了吗？对不起，参谋长，我大意了。我这都怪我。你们的政治报告要尽快交上来，以便于对整个行动进行详细分析，吸取教训。是。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？啊！你们现在这种心情啊，我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有过。过去啊，你们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现在尝到了轻敌的滋味了吧？好在这次行动啊是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否则啊，在这里总结行动的就不是你们了，而是蝎子和他的手下了。在你们出发之前呢，我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，还好你们都完好无损地回来了。我不想打击你们的锐气，自信心是特战队员在战场上可以生存的根本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，自信不是自大。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，但是没想到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总有人比你们更厉害。你们这次失败了，我觉得是好事，因为你们毕竟败在自己的地盘上，而不是敌占区。如果真正战争来临了，你们还有命回来在这总结吗？这军队有句老话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啊，那就是坏事总会变成好事，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这次任务的失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都活着回来，只有活着，那才能总结教训，才能战胜敌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